喂，哎呀，说了马上就到了，没事别打电话了啊。马上就到，别打了。喂，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？刚刚在换屏，当然不开手机了。刚换完，我马上就回去了。啊，对了，你是不是还没吃饭？我给你带点吃的回去。先生，所有数据都帮你弄好了，你看这个旧手机你怎么处理？旧手机你帮我处理吧。好，谢谢。慢走啊，方糖，方糖，对不起啊，这修手机修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，耽误了吃饭。哎，我给你打包了小龙虾，你出来吃吧。箱子怎么搁这儿了？方糖。哎，方糖，你怎么出去了？我等你也不回来，出去吃口饭。啊，我给你打包小龙虾，我给你抱。我不饿，你吃吧，我去洗个澡。嘉伟，帮我拿点水吧。好。我先去帮你打水啊。嗯。谢谢。这水太烫了。我去餐车给你打点凉水，给你兑上吧。这样你能喝。我去了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您乘坐本次列车。列车前方运行到站是南极站。本次列车全列禁止吸烟，感谢您的配合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take this train. Next stop is 南京 Railway Station. Smoking is banned on this train.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. 你怎么也在这辆车上？你先原地别动，等着我去找你。
佳伟，下站陪我下车好不好？佳伟，啊，你不是去打水吗？ 高佳伟，只要你再回头看我一眼，我就原谅你。你在这儿等我一下啊，地方有点窄，我去把车开出来。行李我来放啊，你别管。 想好了吗？想好什么了？哦，这是包是吧？哎，上次啊，我给你订包的时候，突然想了，是不是也应该给当当太太订一个？她毕竟是我客户，我得上她节目嘛。那我这包，不会也是你们公司准备送给客户的礼物吧？当然不是了，你这个包是我亲自订、亲自去取的。哎，你要是不信的话，你可以查我的烧烤记录。 这么贵的东西放在哪儿都不知道，你们公司管理可真够随意的啊！哎，这事儿归谁负责呀？你去查一查，说不定在其他地方也有问题呢。你不用查，这事怪我，估计他们跟我说了以后，我忘了，最近事儿多嘛，不是？
哎呦喂，不就是个包吗？你看你，要不这样吧，明天你跟我一块儿去公司，啊，让财务好好帮你查一查这包到底是从哪儿来的。不用那么麻烦，现在这些奢侈品都是有编号的，明天我拿着这个包和编号去商场里问一下就可以了。行，查，好好查，查清楚了，你心里也就踏实了。她从来不查自己的丈夫，因为她百分百信任着对方。她相信这世上有幸福甜蜜的婚姻，就像她从小看过的小说写的一样。但是女人的直觉就像一根无法隐藏的针，时时提醒她，让她无法视而不见。浩堂，你帮我把早点打包吧，我有个很重要的会议得先走了。你晚上几点回来？今天晚上可能稍微晚一点。收到消息，秦茂那边啊又有动作。因为这个节目，又不知道他会想什么招来，所以我得跟策划部的人开个会，想想怎么对付。慢慢吃，谢老婆。哦，你们到了，在后门等我啊，一会儿见啊。好，聊了啊。哎，陈经理，你能不能再把后门的监控调调我看一下？因为院里的基本上我已经都看过了，也没什么线索，我想再看一眼后门的那个监控。哎呀，这我很快看完我就走。那行吧，那我帮你调出来啊。好，谢谢啊。好，过去了，你看一下。Thank you.
至少那些魂随着起落在。